来宾可以稍微来一下。特别弱嗰个，冇起手啊！但系冇人起手啊！有冇人起手啊？犯规嚟噶！冇人起手，暂呢次冇人起手啊！冇人起手，冇人投啦，一路都冇人起手。十比十六，四十五犯规。十六入埋，十九入。三分，十六篮板。十六比十入。5-0啊！呢一次打局，自信唔够，打出晒。5-16，几分？11-32，5-16，32板，32球。15-16，5-3投，32板。
24號應該剛才有起過手啊？沒有啊。有沒有令金叔嘛。有啊，24號我看過幾次啊，不知道為什麼低了剛才24號金叔嘛，紅色褲那個有一個金叔，有一個被人拋過，11號兩分手，24號兩分，24號剛才有個男仔被人打到死之下，有一球金叔又射了兩球，即是已經他有三球了，11號就有少許，24號你抹他三球了，24兩蚊入，可以計一號數講。咁唔係我冇啊，我真係24下波。可以計一號數講啊，頭先。咁佢拍一下啫，但係啲沙魚你。三分兩邊都沒吹啊，所以球證踢到是這樣，但是球員要適應，即是全部自己動上去，你這不會吹，你也吹過反而這個有的真的黃黑色簽口兩次，剛才24號被人動了兩下都沒吹啊，都似是二次犯規動作啊，大家都兩下六分球，012啊，三米啊，十號比十幾十一，十比十六犯規，廿六犯規，你望住26，天拋兩次。幾次被人拍硬雞都球證不理他，難道我和球證有手，應該有知情敵，有至少一兩球，有六分至少有一球，我一定要彈開，我啊我不知道為什麼球證覺得自己三球都來有不知道為什麼球證不但有兩球比較明顯一點，有兩球比較明顯啲嘅，人哋係扯咗身體，但佢覺得個引發個進攻係廿四號撞上去嘅，真係好奇怪。最後14秒。
好啊好啊，交俾佢啊，廿六入啊，最后六秒，五秒，最后三秒。14-16啊，蓝色领先两分，第二次完了。